病毒啊感染以后呢，在病人的临床表现呢是很不一样的。一旦出现症状呢，一定要及时就医。至于为什么这些地方，细心的观众发现，经历三年疫情，吴尊友的样貌悄然发生着改变，头发从黑变白，身体变得日渐消瘦。回过头来看，您这三年的头发，这个白跟压力大有没有关系啊？应该说呢，很多人付出的比我多，那么他们在一线工作，那么有些人呢，应该说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所以呢，我的这些投入呢，应该说呢，真的算不了什么。很多人那头发比我白的多，我只是呢，通过这个媒体的宣传，好像感受到这个我的工作经历。实际上呢，更多人承受比我的压力更大，他们呢比我更辛苦，而且付出的更多，贡献的更多。您在打量自己的这份工作，公共卫生或者流行病学家，他身上担的责任是什么？没有这个考虑那么多，觉得呢自己呢做力所能及的工作，把自己呢能做的这个做好就行了。